老花一每日一答，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花问题。第一个臭宝说，请教一下绣球花的生长问题。然后这个是暴晒过吧，太热了才会这样子啊，这个就是缺水的一个体现啊，宝儿。有的话说老花一怎么怎么地啊，大家一定要理解啊。绣球花喜欢那种阴阴凉凉的一个光照，相对来说呢它是吸水的，很多的花友看蔫了之后呢，像这种就是已经蔫过度了，你再浇上水来它个别的叶子也会受损，而且这个花呢可能也会缩短，大幅度的缩短花期，不要等巨蔫的时候再浇水，尤其是地栽啊。盆栽的臭宝呢一定维持这个盆土的排水透气，浇水的时候看稍微一打蔫就赶紧补上水，别等蔫不行了再去浇。这个花友说啊，这了那了的，好吧，这是这个点要盖它。然后呢它对于通风来说呢一定要好，而且一定要对于这个盆土排水透气，如果说长时间的一个积水沤根啊，到时候把根系全部泡烂了也会发蔫的，也会总体不好的，到时候发黑的烂一片片。哎，有话说难其实并不难，就你要把花这个东西你就当成草一样去虐待它，就其实很好养。就咱说实话，就可能是我以前啊，我家农村的，我以前我们家就养过狗，有家穷人都吃不是很饱，狗一天吃一顿，我跟你说那长老凶了，也没得过病，而且哎呀膘肥体胖的。我看为啥那花到咱手里边就不行了，相同的一个道理，天天不是这样收拾就那样收拾，那怎么能行呢？这个总体状态就是缺过水才会焊成这个样，它不喜欢强光暴晒啊，不要放到阳台去给它暴晒，如果说过干的话它就会抽成这样哈。下一个臭宝说，救救番茄，你浇点水，你让我咋救啊，你给你这不干不死了都，你该浇水。这个下个臭宝，金边印度绒养成毒杆了，有什么方法让它下面出叶子吗？可以啊，这个不就是那个橡皮树的锦吗，还印度金边绒掐尖就行了。参照一下那个咱们之前做棒棒糖的那些视频，你把尖一掐，它从边上会憋侧牙起来，不过我个人建议再上的稍微高一点再去掐尖啊。下个臭宝说，栀子花开春之后就放到户外，现在整体都发黄了，然后也没有发一新叶子，是晒伤吗？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黄化病晚期了。这个怎么理解呢，就跟人一样贫血啊，营养不良导致的贫血，你时间长了上面叶子也就这样了。这个现在能怎么办呢，现在就是翻一翻新土，修剪一下，就是把那个土稍微翻一翻，表面的土挖一挖，修剪修剪，用点反肥水哈。下个臭宝说，老花一藏书花老桩要怎么剪，老桩会长枝条吗？老桩也会长枝条，可以剪短一点吗？你把下面那些芽点留着就行了，一般藏书花养成这样就本事很大了哈，这个没什么大问题，就修剪修剪，就剪短一点呗，就跟多肉一样了吧，都养成挺好看的哈。然后想要它开花的话要控光啊，臭宝要控光，等到叶片长到就现在你这个差不多这样子的时候就要控光了，每天只接受6到8小时左右的光照，其余的时间就是伸手不见五指，一点光照不给见。下个臭宝说，老花姨您好，我家里边有个米兰好几年了，直接看图片吧，一叶障目啊，出现了白色，这不很正常吗，就跟人一样长个斑，这有没什么大问题，总体好就行了。很多花友养花的时候喜欢拿放大镜去看，你看我这盆绣球漂不漂亮，但是你放近了看它叶片也有不好的地方，这不是病，就跟人一样，你看我漂不漂亮，离近了看脸上也有麻子，不一个道理吗，你这么纠结它干啥呢。好了，希望臭宝们养花的时候更多的是放平一个心态，没有说是绝对的大神，谁养不死花，那种人只存在在小说里边啊，只要是人养花的肯定都会出问题的，所以说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。好了，有其他养花问题的视频要留言，觉得不错就点个赞，我是老花一，养花最专一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嗨嘿嘿嘿嘿。